好，大家好，欢迎订阅我的新频道《文火慢聊》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开始就算是我们这个频道正式开播。为什么要开这个频道呢？因为在凯利策略那边呢，就那个频道那边呢，我个人认为太严肃了。那么呢，我看到有一些频道呢，也很会搞，很会讲，很会，我们就不说了啊。那么呢，我觉得我这个频道呢，确确实实呢，就本身就应该呢，把它做得很专业。那么呢，也不方便去聊别的东西。可是呢，我又很想聊一下别的东西，因为我擅长的，我这活了几十年下来，我其实擅长很多东西。也有很多的人生经验，对吧？那所以说呢，我在想呢，既然做频道了嘛，而且也露了脸了，那干脆就多聊一点东西。但是呢，又不想破坏那个凯利策略的那边的这个专业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凯利策略那边呢，大家也知道，聊百家乐。聊百家乐呢，我就被很多一些观众呢，就被他们进行了道德绑架，意思就是说你在教人赌博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不得好死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就说很多难听的话。那好吧，那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一下，我不仅仅是研究赌博，我还研究很多东西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频道，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是谈当年的一些故事和情感。那么我一定也会讲一些我们做市场营销，我们创业开公司，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是怎么从一个人都不认识，是怎么来打拼出来的一片天地，一片市场，啊，甚至在当地某一个行业的行当里面，我们做 number one，对吧？这些我们都有这些经历的，那就好像我这个频道的介绍一样的，我希望呢就是说这个频道能对年轻人呢。能有些帮助，啊，让你们避免走一些陷阱，给你们一些经验。那么给同龄人呢，就说带来一些我们共同的当年的一些回忆，因为每个年代的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么对海外华人呢，可能你不经常去中国，那我的视频呢，可能就会给你一些，一些内容和角度，让你了解一下中国啊。那么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，我90年代，特别是98年金融风暴那一次，也就是98年之后，我有一大帮兄弟，那个时候拿大哥拿 BB 机嘛，那个时候98年的金融危机那一场呢，大家就四处散在全国各地。后来就失联了，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通讯啊，不像现在能保持到现在，还没办法保存。比如说大哥大，比如说 BB 机，后面 BB 机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用互联网，也没有邮箱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些失散的兄弟姐妹们，有一些我知道，我听到消息，其实都已经过世了。我也听到有一些消息。那么呢，我们当年的有一些兄弟。我这个长相虽然老了很多，但是你们一看一定能还能认出我来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假如你看到我，就马上就跟我联络。我们90年代的兄弟啊，90年代末的啊，包括90年代这个，因为我90年就去深圳了嘛，98年那么这8年里面，是我个人认为最激情燃烧的火红的岁月。那一帮兄弟，我们真的非常开心，在深圳那个时候是吧？无论是大家一起，
happy 啊，还是做生意啊，还是挣钱啊，对吧？你都非常开心的。所以说呢，我希望呢，通过这个视频呢，也能，就是通过我这个频道，也能找回一些我们失散的一些兄弟姐妹们，好吧？那么平时呢，第三点就是平时呢，现在一个人在海外，也我也不是，我现在年纪越大，越不会交朋友，也越不喜欢交朋友，所以自己一个人如果不在赌场啊，或者也没什么事情要做的时候呢，在这喝酒，与其在这胡思乱想。这我现在这里也没什么中文书，英文我也不好，所以说，与其在这胡思乱想、傻逼逼的在这里听那些，YouTube 的频道那些东西乱七八糟的，还不如干嘛呢？哎，聊一聊，好吧？今天也讲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，我们现在就是没那么快脱离赌场，我们今天还是跟赌场有关系的。大家也听说过有这句话，自古以来就是这句话。说叫赌场里面挑女婿，那我们就真的遇到过一件这个事。那么这件事呢，我不是说我是说我一个朋友，我一个好朋友。2008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刚去澳门。而且那时候在澳门呢，我记得呢，我们主要就是在那个星际，在星际呢就经常在那打。那时候刚去澳门，那个时间不长，就是一打打很长时间在里面。那么呢，我们两个人呢就属于是那种有点小钱吧，只能这么说吧，就没事就往那跑。那么反正就。有一天，我们就讲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是怎么发生起来的？就有一天，我们俩在一张台，我们就没有坐在那儿，也坐满了人嘛，我们就在边上跟着下注。那么那天呢，手气特别好，就连赢几手，那个时候的那个满桌的人都很，怎么说，都比较这个有善意，就大家都笑一笑，很开心的，就这样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就记得呢，就有一个阿姨，大概60岁左右，到要不就55，不接近60岁，大概就这样，长得很富态啊，就看着我朋友，看着朋友跟我朋友说了一句什么话，我记不住了。然后呢，我那个朋友呢，反正也挺高兴的，就跟他俩在对话。然后我朋友就问他，我记得啊，哎，当时说的是普通话吧。应该是说的普通话。我那朋友就问他说：“你是上海人吧？”阿姨说：“我是从上海移民去香港，已经30年了。”哦，30年还是30多年了。然后那个阿姨呢就非常的客气，就说：“一会儿我请你们去喝茶。”那我们想这种萍水相逢的，对吧？那就客气嘛。好，我朋友说，不，等一下，你有时间，我请你喝，就这样啊，那反正这个话说完以后，后来我们就转台干嘛，就不了了之了嘛，就没人把这个当回事儿，就我们这边没有把它当回事儿，连讨论都没讨论它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哎，巧就巧什么呢？我们那段时间呢，因为我们是有那个港澳的那个叫什么商务证，然后呢，我们有时候呢就想。就不想从这个叫什么，从这个澳门啊，或者从珠海啊，坐船去那个深圳走蛇口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罗湖那边嘛，我们就想直接从香港走，从香港再坐，从澳门到香港到上环或者到尖沙咀，尖沙咀以后呢再坐那个西铁，是叫西铁吧，直接到罗湖，罗湖一过关，我们就很快就到住的地方了。好，你说这个天下也有这么巧的事儿，我们就在从澳门坐船到香港的这条船上，我们在找位置的时候，一下看到他了。哎，他也很高兴，他说这样，等一下那个到了香港，我们都到尖沙咀，就是那个叫什么码头，尖沙咀那个中国什么码头啊？反正尖沙咀大家都知道，尖沙咀那个码头。
他香港不是有两个码头嘛，两个三个，反正我就知道有两个码头，一个尖沙咀，一个上环。哦，哎呀，巧就巧在一般人买船票都买到上环，哦，还有一个到那边的，对，那我们不管啊。一般我们买船票都会买到这个上环的，就外港码头、港澳码头。哎，就巧我们那天买的船票是到尖沙咀的，那个阿姨也是到尖沙咀。他说尖沙咀，我们请你们喝茶。他说我请他一个人，他说我请你们喝茶。那我们就想，哟，行吧，那就去呗。就在尖沙咀下船以后，尖沙咀那个礼仪架下船走过去，在那个反正靠近那个叫什么天星码头这里，他找了一个酒家。哎，我现在记不清楚那个酒家了，一定就是在天星码头边上的。那我们就去喝茶，坐下来了。坐下来他就问我朋友，他说你结婚没有？我朋友说没有，30多岁了那时候，30多都差不多快40岁了吧。阿姨直截了当我，她说我有个女儿。等一下，98年多少岁啊？我算一下。对，30几岁，快40岁了已经。我朋友说没结婚，也没骗人，是确实没结婚。阿姨就说我有个女儿，今年快30岁了。她说呢，你看如果要是说有没有可能，你们见个面？那我朋友我们俩就对视了一下，就想我，就说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内心反应是什么呢？就说，哇，怎么可能呢？阿姨的面相一看，女儿应该不会太差的，是吧？我跟大家讲实话，人家说你如果想看你找的女人，你老婆未来是怎么样，你看你丈母娘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俩人第一反应当然肯定没交流了，那我们很熟很熟了，所以说我们心照不宣嘛。那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，你要不就在调侃我们，就调我朋友调侃我朋友啊，你要么就是一个骗子，真的。但是第一反应就真是这样想。后来我们俩交流了嘛，那我朋友非常直接就问他。阿姨，我们俩萍水相逢，你也不了解我，你怎么敢把你女儿就这么未婚的女儿就介绍给我？直截了当。你说，我觉得这个做人就应该这样。阿姨也直截了当，她说：“我在赌场见到你好多次了。”她说：“啊，她说我发现你这个人还不错。”怎么个不错？我朋友说：“你说我怎么不错了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你赢的时候呢，没有说那种很啊喊喊叫叫啊，很开心啊；输的时候也没见你发脾气，也没见你骂人，你基本上都不出声，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。”阿姨直接说了这句话：“你知不知道赌场里面挑女婿这件事？”哇，这话一说，咱俩就一听就知道这个。不太假了，然后就聊天。阿姨就跟我们讲，她呢是，哎呀，没关系了。阿姨现在应该也70多岁了，基本上也没什么事了。我也不说她名字啊。那么，我们就问她怎么称呼的。她说：“你叫我什么姑娘就可以了。”哎，我们说你这么大年纪怎么叫你姑娘呢？她说是这样的，她说在香港呢。女人上了年纪以后，没老公，没老公。她说他们香港，比如说你姓王，我叫你王姑娘；姓刘，我叫你刘姑娘，老姑娘。啊，这是香港的一个风俗。哦，我们好，那我们就叫她什么姑娘。她先要自我介绍一下，她意思就是30年前，她就移民到香港。然后呢，跟一个香港人结了婚，结了婚生了这个女儿，后来老公去世了，就自己一个人带着这个女儿长大。女儿呢，现在在一家这个，当时我也忘了是什么工作，反正在一个写字楼，在
旺角那边，离旺角很近，但是就跟我们约嘛，就说要不就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饭。我们俩有商务证嘛，我们说 OK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回深圳，回深圳之后呢，我们就再冲个凉啊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就晚上过来请你们吃饭。他说我请你们吃饭，我不不不，既然相亲嘛，就我朋友请。他意思就是说那个对，那么他在香港呢，基本上也没怎么工作，阿姨很厉害的，就是靠一个赌一个股票，就靠这两样。他特别关照我的朋友，就是说晚上见到我女儿聊天的话，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在赌场认识的，就说我因为他是上海人嘛，就说是跟他上海的一个朋友怎么认识的。我们说 OK，而且我们是大陆的嘛，对吧？他跟他女儿是香港人嘛，那我们是通过一个上海的朋友认识的，就特别提醒我们 OK。然后七聊天八聊天，真的是巧了。我这就不能说，这一说就说出一个名人名字出来了。他们家的街坊就什么邻居，也不是街坊而已，又是街坊，又是那个邻居，又是什么呢？就等于说那户人家的女儿跟这户人家的女儿，就跟他的女儿是从小同学还是怎么样？然后住的也隔得不远的。7万8万，我真的就不能说啊，是某行业、某某行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工厂的，在深圳的。巧就是巧在什么呢？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卖过设备给他们，我们跟那个老板认识，我有很，说出来了，然后没事啊。那我们跟那个老板就比较熟，因为我们卖过这个我们网络产品给他，然后呢，曾经做到聊人生聊过，非常厉害，在香港马场还有几匹马。这个老板呢，他的女儿呢又是这个老板的干女儿，我们把名字一对一对，OK，这个阿姨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是吧？那我们就放心大胆了，我们基本上就排除了这个阿姨是个骗子，我们就把这个事给排除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约好晚上6点钟啊7点钟，反正忘了，就等于说他女儿下班以后，我们就在旺角那个地铁站边上哪个地方我忘了，吃的日本料理，见了面，不知道他跟他女儿怎么说的。反正就往那一坐，他说："哎，这两位是我的朋友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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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"看得出来，他女儿呢对我朋友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，我朋友呢也是纯属客气，好像对他女儿也没有太大的意思。那么吃完饭了，吃完饭呢，他们两母女就说要回去。那么我们就送他们，他们说不用，他们说他们坐这个什么车就可以了。那然后呢，那个阿姨呢又单独过来了，就让她女儿在边上走还是怎么样，反正我也忘了那些细节了。过来就跟我朋友就说，看得出来，你们两人没缘分。阿姨人真的是不错啊，很实在，很坦荡啊，真的。他看得出来你们俩没什么缘分，啊，不过没关系。他说回头我如果看到有适合的，我再给你介绍。哎呦，我看这个阿姨真的是喜欢我这个朋友了，是吧？后面也确确实实又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上海的，也是上海的移民去香港的，可惜没碰上面。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一个，就是我们跟赌场也有关系。我好像我这个话题这种故事好像还真也只是听到传说，对吧？真的好像还没有人，我没有听谁说过和经历过
那我是实实在在的就经历全程旁观。那么这件事呢，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深刻，就是像阿姨这种人啊，坦坦荡荡，慧眼识人，我这朋友真的是很不错的。因为你看啊，像阿姨这种人啊，在你看她几乎就是以赌为生呐、啊，她跟我说她就是赌和股票嘛、啊，那么就是说她不在做股票的时候，她就在赌场。啊，他事实上后面还跟我们讲了很多，就那天喝茶的时候还跟我们讲了很多一些赌场的事，还跟我们说你们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跟我们讲了很多东西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在赌场呢，事实上是阅人无数了，对吧？那赌场是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，人性最恶的东西也在里面。所以说，他在里面混迹了那么多年以后。他是有慧眼的，那么呢，同样给我的启示也是，我们交朋友，是不是也是可以在赌场里面交啊？啊，好吧，那么这就是我这个频道做的第一个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，然后呢，请多多的订阅，如果觉得我讲的有意思。就点赞，最好能分享。我们有机会就，因为过了1000人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做直播，好吧？那就谢谢大家，还是一样的结束语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